当大男孩排位遇到可爱的小丑，哎，抓我了，抓我了！我鸟还没回来，没事，我他感觉我这波救人要好很远很远。拉谁呢？在大男身边。断局断局了，断局了！哎呦，没有，让他炸了！哎呦，我冷却了，我鸟冷却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还有香水了吗？香水好了好了，香水游戏。我又没追你，那我继续摸鸡了，我先冷却。怎么可能不追我？他又装了。妖鸟听见说话，妖鸟听见说话。大妖鸟。我冷却，我冷却。我又卡了，我又掉帧，怎么回事？又断句了。哎，又断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在瞅我吗？没瞅没瞅。闪现。小心闪现。闪现。现在空了，没事，我好像可以起飞了。他好像又装了个龟。我看你了。你看我不放香水了。好的好的。哎，他怎么还在转圈圈呀？我他好像不想打了，你们赶紧休机。他现在继续休了，有点难受。我不看你，我不看你。好的好的，我有香水，我有香水，没事。自闭了，欠款的小丑子。他撞了三个钻机，他不想撞了两个就自闭了。三个，他是看错地方了。欢迎哥，你得卡了！欢迎哥，你得卡了！还不抓我！哎呦，闪现我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闪现真香！没一刀，没一刀！没一刀，没一刀！来来来，这个门，这个门开了，祭司！月亮门开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没一刀，没一刀，没一刀！那我能走，那我能。我刚刚蹭了他好几波去，他都不打我，他现在很生气。那他的什么天赋？张好可爱的小丑，张狂风霜。张狂风霜好像是，因为张狂风霜他也没歇牌，他也没歇牌。妈耶！最后闪现打我，这是妈耶！